OK，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尝试，这个尝试呢，就是我来请两位朋友聊聊天。那今天的两位朋友呢，都很特殊，也非常有意思啊。一位是阿强啊，还有一位是妹。阿强呢是一位LGBT 啊，妹也是，就是所谓的性少数群体。然后他们其实这些年里面自己都在各个领域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在跟性少数群体相关的一些权益方面。所以今天特别高兴能够跟他们聊聊天，讲讲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和他们在这个领域做工作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所以特别高兴先给阿强和妹打个招呼，两位好。Hello，大Hello，大家家好。好。好的，那我们先从阿强开始吧。阿强呢，如果是在这个圈子里的，可能对他的名字都已经如雷贯耳了哈，大家都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不熟悉呢，我先请阿强大概介绍一下自己，好吧？就是你什么时候，特别是跟你做的事情相关，你是哪里人啊？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男同，然后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工作，好吗？好的，谢谢啊，这个。非常感谢邀请我哈，是我觉得是这样，我是安徽人啊，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我是70年代末出生的，所以很小的时候，其实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同，但那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没有这样一个同性恋的概念，很长一段时间呢，其实是活在一种这个自我否定或者说偷偷摸摸的一个状态里面，而且会觉得说我这个事情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跟别人讲，而且它会是一个秘密，而且这个秘密可能会。伴随着自己一生都不会跟任何人讲，那个是很早，那个是早年的时候。那么我后面创办这个同性恋亲友会这样一个机构的话呢，是在2008年，之前呢是在广州的时候啊，跟一个妈妈一起来创办这样一个组织。那么之所以创办这样一个机构的话呢，当然也是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哈，因为我呢是在农村里长大的，那么农村里面那个时候其实对同性恋这样一个人群的这种。接纳度可以想象哈，尤其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大家都不会去讨论这样一个事情。当别人提到同性恋这样一个词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种鄙视啊，或者是觉得说，哎，这种人就不应该活着，对吧？就是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憎恶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充满着很多的这个焦虑。对，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就后面当我工作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父母啊每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会问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带一个。女朋友女回朋来友，啊，对。对，所以催婚是他们每一次打电话给我的一个每次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呢，就是你知道中国式的父母啊，他刚开始的时候先嘘寒问暖的是吧？哎呀，这个天气又变冷了，你应该多穿点衣服啊，是非常温暖的一个部分。然后到这个接下来的时候一定会谈的，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带一个女朋友回来。有时候呢，是我爸说，哦，你等一会儿，你妈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以后是我妈说，你等一会儿，你爸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总之你都逃不过这一关哈，这个催婚的这个事情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父母讲说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出柜，我说你们不用着急啊，等我到30岁之前呢。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答案，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再拖我也拖不过30岁嘛，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所谓的三十而立，那就觉得说，哎，那我30岁而立之年的时候，我必须把这个事儿解决掉。那可是呢，就在还没到二十而立之年哈，就是我妈妈呢就得了这个胃癌，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其实她会把这个时间快速的浓缩啊，因为她的生命周期啊，就是也就变得。突然之间就是屈指可数的一点时间了。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就觉得说，哎呀，我还没有跟我妈讲我是同性恋，而且这个那个时候，尤其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我妈妈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全家人都坐在这个医院里面的那个病房里面的时候，然后我妈妈竟然是从这个麻药里面，你知道胃癌的手术在鼻子上面都有各种那种管子，拔掉之后，第一句话竟然是说，哎呀。如果我这次要死了的话，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因为你还没有结婚。然后就你这样，就搞得我心情特别的这个沉重当然那个我妈妈后面，因为医生也讲，就是说她可能是因为胃癌晚期嘛，其实生命的周期就只剩下几个月，所以那几个月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一方面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她，因为我觉得她是我的最重要的这个亲人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太自私了，你怎么可以在他身体这么虚弱的时候你就说这样一个真相？因为对他来讲是一个压力，所以其实我是两种声音在打架。所以最后的话呢，我一直到我妈妈去世之前呢，其实是我没有跟他讲的哦，没有跟他讲的话，我也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后面当我自己随着我自己的成长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说这其实是我没有
这样一个能力，在那样一个时间里面去面对自己最真实的这个部分。那后来我就觉得，对，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其实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啊，像我这样一代的这个同性恋，还有比我年轻的一些同性恋，他们都没有办法在家庭当中啊去突破这个这一关啊。所以呢，那后面也有一些机缘巧合了，就跟另外一个妈妈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创办了同性恋基金会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其实我已经做了差不多有好几年的这个志愿者，在08年之前我已经做了差不多七八年的志愿者了，也接过同性恋组织的热线呢，也去一些早年的就有很多同性恋的妨碍组织去做这个志愿者，做宣传这个什么艾滋病的这个健康教育做了很多的事情。对，嗯，这好，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同性恋也是其实是通过那个跟艾滋病相关的。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有意思，中国那时候要这个承诺开始就是正视艾滋病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去开了一个联合国组织的会，然后那个会里面讲说这个艾滋病的这个三个高发群体，对吧？然后呢一个是这个性服务，就是妓女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男童，还有一个就是吸毒的。然后呢当时就一个老外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是这三种人在中国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因此你去做这个从这个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去做这样的这个就是去做防护是非常难的。然后但是后来当时就有就是在这三种人里面就说就是似乎还可以存在的，就是相对来讲哈，就是男同，因为当时在北京上海都有一些这样的俱乐部啊夜总会啊然后其实后来变成了一个妨碍宣传的一个很好的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开始去意识到，那个大概是应该是比你晚2012年左右吧，对，那时候才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很有意思，当时我记得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所以呢那就讲到你是吧，你从一个这个不存在的群体，然后你2008年开始做这个亲友会，那现在回顾也做了14年了是吧，然后如果有这个回顾的这个过程的话，你觉得这个如果你把这14年分几个阶段哈，或者是如果你回顾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啊？对，我觉得这个当然做这个公益机构的这14年哈，跟我前边的这些年的自我教育其实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其实我想其实可能再拉的再长一点，那么这个长一点呢就包括我自己的这种自我否定啊自我成长啊，然后再到后面我才有能力去做这个一个公益机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有趣啊。对对，那么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表现非常明显的就是因为在1997年之前，那这个时候的在中国其实是有一个刑法里面有流氓罪，所以我身边的那些同性恋，当你他们是不敢说同性恋三个字的，当你说同性恋三个字的时候，他们就会头啊就是左右看一看说哟有没有别人听到这几个字，就是你感觉到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大家都像小偷一样，你知道吗？像罪犯。罪犯一样，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他是处处要隐藏自己的。那么我自己当然也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到1997年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快20岁的年龄了嘛，那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在我的成长里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带有一个原罪的啊。这个原罪就是说我第一我不是一个正常人，第二我不是一个好人，第三呢我们这种同性恋是愧对父母的，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同性恋是没有什么力量的。那么当然再到后面走的话呢，就是随着互联网的这个引入哈，我是1998年开始上网的，所以我是比较感谢互联网带给我这个在成长当中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变化啊。一会儿我可以继续讲讲互联网在我的生命当中的这个作用，就是说随着往后走吧，就是到2001年的时候呢，中国第三版的精神障碍分类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当中拿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对可能这个时间呢，对很多普通人来讲觉得说他们是记不住的，他们觉得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对我们来讲我可以随时能背得下来是这是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基本上是标对，第一次就是不是犯罪了，第二次不是有病了，对吗？对对，就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头上的这个大山已经被搬走了，这种感觉。原来觉得我是流氓，OK， 现在不是了。1997年之后，然后原来后面觉得说你其实是个精神病，你知道吗？你后面说哦，你不是了，所以就等于就是说我头上的那两座山被移走之后，我能够抬起头来做人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轰动性的一个事情，就觉得哇，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呢那而且呢我觉得说又加上互联网这个我上网了之后带给我的一种自我的教育。我在上网的时候我觉得是特别有趣啊，我在虽然我自己很早很早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但是呢我没有办法把同性恋这几个字跟我自己的身份非常愉悦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又加上那种贼头贼脑的这个度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其实
有一次呢，那个时候我们用搜狐哈，这可能这个你知道，就搜狐那个年代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一种信息的一种检索功能。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有一天呢，我就点到了这个两性。两性完了以后呢，它分成男性和女性，然后呢我就直接点了男性。男性完了以后呢，它就下面再有分类是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我毫不犹豫的就点了同性恋，然后就发现了300多个同性恋网站，这是1998年。哇、wow、然后你就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那种感觉就是说天哪，天亮了，你知道吗？就它是一种完全那个，它给我的震撼是什么，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个月上网花了700多块钱，那个时候在1998年，哦，好多钱，那就是花了700多块钱，而且那个时候是在网吧吗？这个、no， 我是在家里上网，就是它是一种拨号上网，你知道吗？哦，对对，买那个猫，对对，滴滴那个特别慢，对对对，非常非常的慢。然后为了去看这些信息的时候，都是半夜3点钟起来，因为你没有办法在9点到12点钟这个时间上网，因为你下载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呢，我们都是先睡觉，然后半夜3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开始起来打开那些同性恋网站，然后呢一边在看信息，一边呢就当然它也是一种与自己的一种安全的一种和谐相处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哈。我后面我一直说我应该把我那个月上网的这个交网费的清单发票给它保存出来，这才是一代同性恋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啊，对，要放到博物馆里，对，特别有趣。阿强，那里面那就那时候的网站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防火墙是吧？就那个时候的网站，你的300多个网站都是国外的网站吧？基本上都是国外的，只有那么3-2个是国内的网站，而且那个时候的网站什么内容都有，而且是没有什么所谓的色情的不色情的之分的，你一打开进去都是不穿衣服的穿衣服都有。对，没有限制，那个时候的互联网真正的是互联网，是一个这个完全是自由的一个状态。嗯嗯，那太了不起了。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对，然后我再往后走，往后走就是说这个那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两个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2001年的时候，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是广州啊有一个这个网站上登了一个小广告，说呢这个我们招接热线的同性恋社区接热线的这个志愿者。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觉得说，哎，我合适啊，对吧？因为我比较适合做销售，然后我觉得说我可以接这个。然后呢我就去报名，我说我可以做志愿者。然后呢当时那个人就是跟我先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哦，他听我讲话声音各方面都还不错啊，他觉得说好的，那那个某一天我们在广州市人民公园里面见面，好，然后见面好像在面试啊。面试的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特别有趣，就跟特务接头一样。他说到时候呢，我的手上会拿一个杂志，以后呢，你看到我拿的一个杂志站在鲁迅头像下面，那个人就是我。OK。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是外来人，我对广州也不是那么熟啊，我打个车就去了。去了以后的话呢，我就告诉他，我说啊我已经到了。然后他说，而且他的声音啊，因为他有抑郁症，他的声音是从非常非常靠后的地方传过来。他说喂，我说哎我已经到了，我是很欢快的。他说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我说啊天哪，你在干嘛？就搞得我就特别紧张，我说啊天哪，你观察我很久了，就感觉我。他说你扭头看，你扭头看，他说那个拿了杂志的那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就记得说，那个时候我们去做一个志愿者去面试的时候，就充满了那种好像我们在做一个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违法的事情，对对对对，鬼鬼祟祟的事情，特别有趣。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当然我开始做了志愿者之后的话，我其实开始逐渐的这样自我的，就有一种自我的发展哈。其实在之前的话，我有充满了一种依靠，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作为一个草根啊，然后这个从小还是在这个农村里面成长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是没有力量改变社会的，我们也没有能量去去为这个社群做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才是能够带来改变的。然后呢，那时候充满了一种非常幼稚的想象，说哇，如果有一个官员出柜的话，那该多好啊，那应该是会影响很多人吧。或者说哦，那时候应该有一个明星出柜的话，该有多好啊，应该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应该能影响很多人嘛。然后我发现我的这个在这个2000年代初的时候的这个幻想和这个幼稚的想法，一直到我到今天为止2022年了，
我都没有遇到一个权力者有权的人和有这个明星出柜，在中国真实出柜、嗯、一个都没有，因为他们是没有能力去、嗯、去出柜的。我发现因为他们出柜了以后、嗯、他们就要失掉更多的东西，而中国的同性恋的我们讲运动也好，同性恋的这个权益的推动也好，实际上是来自于普通人，是来自于像我这样的非常多的啊，这个草根的这些人推动，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顾虑，我们也不怕失去什么东西，是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没有什么，我们本来不曾拥有过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么害怕失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想分享，就是说在啊2004年开始，我觉得博客引入到中国以后，是一个对中国同性恋群体来讲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媒体在报道同性恋的时候，它是有它自己的筛选。有他自己的审查的一个机制的，所以同性恋的话呢是不愿意出现在媒体的这个上面，因为媒体所报道同性恋的时候啊、要么就觉得你是不正常的，要么觉得你是跟道德啊跟这个法律啊是相违背的。那所以呢后面那有了这个博客时代以后的话呢，就是很多同性恋开始在博客上写自己的故事，像我自己呢当时有一个博客叫夫妇生活，就是两个丈夫的夫啊，夫妇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博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是短时间内几乎已经在这个领域里面啊，应该是排在至少前三的这种博客吧。我突然之间发现我有影响力了，就明星了，这种影响力非常荒谬啊！这个，而且居然是我有时候出差的时候说我要去哪里出差，就有很多人说那我们应该见面，我也想跟你聊天。然后我就觉得别人都很紧张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很有趣。那么你成了大人物了。对，但是我觉得很好一点就是说，这个博客的时代，它让很多同性恋不再受限制的去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的话呢，它能够。用安全的方式，用文字的方式，那个时候用文字的方式来去表达自己，这样的话等于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提高了可见度、然后随着博客的延展以后的话，后面当然也我们知道就09年开始，其实微博也是在国内、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火爆嘛。那个时候呢就、这个我们这个社群在微博上的这个声音也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好的，就那个时间点是我们大家觉得哈、就说啊，同性恋社群突然之间有一种春天来了的感觉啊，不管是不仅仅是春天啊，很快就进入到夏天了，都那种感觉，就是都有点燥热啊，所以就很多的人开始在微博上写他们自己的故事啊，开始表达自己，开始出自己的照片呐、然后发自己的视频啊，一点点往后走，然后那个时候再过几年以后呢，以至于呢有一些人就开始讲说，哇，是不是啊，因为同性恋怎么样太开放了，什么同性恋越来越多了，就是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啊，因为同性恋可能被压抑了很多年之后，终于抓住了个机会哈、在这个新媒体时代里面，他们可以和敢于去发出自己的声音，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会让公众觉得说好像同性恋越来越多的一个感觉。那么我觉得这种这当然这个时代以后也跟我在做这个同性恋亲友会这样一个公益机构呢刚好是重叠的一个时间点里面，到09年嘛，那个前三年春天来了的时候是吧，春天来了，对，从春入夏的时候开始做的，对对对对，所以那种春天来了的感觉就是特别兴奋啊，我记得很清楚，它是一种让人兴奋的感觉。然后我们当时起名字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些志愿者，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吃完饭，我们就说我们应该起个什么名字，他们说反正不能叫同性恋，绝对不能叫，就那个时候同性恋是在同性恋社群的人认为是一个污名化词语，污名化词语，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千万不能用这个词，我们要叫同志，我们要叫彩虹，我们要叫什么其他的 anyway， 就绝对不能叫同性恋。但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坚持的，我跟另外一个妈妈，我们俩创办人，我们就说我们就叫同性恋，同性相恋嘛，对吧，同性相恋、异性相恋，这都是中性的词语，我们要把这种污名化的词语把它去污名化，对对，我们要去污名化。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坚定，后面我们就叫了同性恋亲友会。叫同性恋亲友会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就开始开展工作，做志愿者，就是特别的热血沸腾啊、那前三年的话呢我们都是以志愿者。阿强，你先走之前，你往那走，你先说到这儿之前，你是说其实之前有一个你自我成长的过程，然后才到了走到这一步，对吧？然后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你当时说你妈妈去世的时候，那应该是98年是吧？他是零六年去，零六年去世的。所以，但是那个时候你还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力量去跟他讲自己的这个身份，是吧？然后，但中间到一直到你创办，那其实到06年到08年就2年的时间，中间发生了什么？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哪一部分似乎是苏醒了，或者是有力量了，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其实是很大的向前的一步呢？对，其实在我妈妈去世之前呢，
我已经比我在九八年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大的力量，但是我又缺那种临门的一脚，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要去跟你最重要的人说你是同性恋的时候，他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你有很多的预设在里面。第一个预设就是觉得你在好像你是不孝顺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你在伤害你的父母，这是一个预设。第二个呢，其实我们都害怕。我们在父母所眼中的这个形象被跌落下来，就是因为你像我，比如说我去到广州工作，我要努力的工作，好像有一种觉得说我要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觉得我要为我的父母长个脸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你也把你自己架上去了，你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如果明天要跟我父母出柜了以后的话呢，原来我的父母看我是一个哦这个勤奋努力的儿子，好像我今天晚上说完了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垃圾一样的儿子，就是其实大部分时候对于同性恋不敢出柜，往往面临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很害怕自己从一个高处跌落下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在里面。那么再回到您刚才讲的问题里面，就是我因为上了网，然后呢我开始做志愿者了，所以呢我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因为我开始参与到这个志愿者，而且我05年这个在复旦开同性恋课的时候，我就已经去他们那里讲课了，就05年啊，就是分享我的故事啊，那些很早很早。对，很早，但是呢我就欠缺一点最后的那个临门一脚，跟家人沟通那个难度还是没有跨越过去。但是呢我妈妈去世的时候，然后我没有讲的这个事情呢，又变成了一个加速度的一个事情，让我意识到说其实我是虚伪的，我是虚荣的，然后呢我是没有力量去打破这样一个瓶颈的。然后呢再加上我在因为做志愿者嘛，当我看到这个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时候，他其实是对我也是一个触动，就觉得说有需要有些人去推动作为性少数怎么去改善跟他家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后面发现说在我们家庭的文化里面，中国式的家文化里面，同性恋非常非常难的部分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怎么跟自己的家人讲，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太care别人怎么看。对。但是呢我们最难最难的那一关往往是觉得说你害怕你的父母看低你，或者说你害怕你的父母去拒绝你，有时候因为你最重要的人最亲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伤害你最深嘛，对吧？所以其实你不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我妈妈去世的后面这个一两年里面，其实对我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启发，然后呢这也是我这个在机缘的这个巧合的情况下就后面就推动了这个创办这个公益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对，所以你刚才讲到几次说跟你一块创办的人是另外一个妈妈，那就是这个那这个是一个同性恋男性的妈妈是吗？就他儿子是个同性恋是吗？对对对，他儿子是一个同性恋，而且他在广州，所以就原来也做艺，在他非常有思想啊，就是他原来做广州文艺的副主编，所以也是比较偏，这个妈妈本身比较偏这个文艺啊，也比较能够想得开，然后当他儿子跟他出柜了以后也接纳得很好，所以呢后面我们这个就成为这个认识了以后的话呢，就大家共同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就觉得说哎，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妈妈们怎么父母怎么能支持自己的孩子去做自己。对对，我们不是 对，所以这个就刚好就是两个人就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想法，后面我们从08年开始就做了这个事儿。真好，那就咱们从08年再开始讲吧，就是从开始到现在这也有14年的时间了是吧？如果我们现在再回顾，我觉得那个时候等于你其实你自己的个人那时候你30出头是吧，等于自己其实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就先是从去罪恶化去污名化，然后又开始重构自我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之后等于就开始从自己走向做这个组织，包括整个这样的一个群体，包括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吧啊。然后大概回忆一下比方这十几年里面是个什么样的经历呢？对，我觉得这十几年其实它有一个这个对变化非常大，就是我觉得春夏秋冬我都经历了，就觉得这个在中国做这个社会运动也好，做这个同志的事儿也好，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你就能够经历春夏秋冬这个从08年到一直到我觉得到20这个11年这段阶段呢，我们是做志愿者，因为我也在做自己在做生意就完全是一个志愿者的身份来参加。但后面的话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自己也特别特别的感兴趣投入的时间比我做我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时间要多得多所以呢，就后面呢，我也有机会呢，就申请了一个
这个学习项目，然后在这个实习啊，就几个实习，然后实习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有意思，就是我想这个回去以后来做这个事儿。所以呢，后面我从一一年开始就做全职的这个事情了。做全职的事情以后的话呢，我觉得，因为再早一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说完全不知道，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公益组织，因为那个时候公益组织非常少，而且呢，同性恋公益组织怎么生存都完全不知道，没概念。所以呢，从一一年开始的话呢，我就开始投入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全职的来做这个事儿，来做这个事以后的话呢，发展也非常快。我们早期的时候是在广州开始的，但后面的话呢，我们逐渐把这个工作，我们那个时候叫 chapter， 叫分会啊，就是发展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做到79个城市哈、啊，就是由于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大家在当地去帮助这些性少数的家庭， wow. 而且志愿者也非常多。那么到了这个，我觉得比较明显的话呢，因为那个早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也不懂怎么筹款呐、啊，也不懂怎么去这个管理组织啊。当然走了很多的弯路啊，就是组织管理啊，这个包括自己的领导力的成长啊，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一路的变化在里面。那么我觉得比较大的变化的话呢，其实在2016年开始啊，就2016年开始，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在政策上已经开始有一些说要有一个境外组织的立法了。那这个组织立法应该是从2017年开始实行的。那当这个境外组织管理法吧，应该是吧，境外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应该全名，对。当这个实际上是开始呈现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对性少数的组织来讲的话呢，就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多的组织他们实际上不懂怎么筹款，而且国内的这个基金会的话呢，也没有捐钱给同性恋组织的这样一个习惯和这个视野，对吧？因为他们就觉得一般都是招给什么穷的啊，找重病的呀，对吧？你们又不可怜。是的我甚至在参加一个很大的这个基金会论坛的时候，别人会觉得说啊，同性恋还需要捐钱吗？捐钱给同性恋组织，你们是帮他们怎么改变吗？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们都不在一个对话的频道上面。对，就对吧？你说，所以他更加就不可能去支持这样同性恋组织啊。所以早年的时候呢，确实很多的同性恋组织的话呢，获得经费的很困难，有可能他们也会从国外的一些基金会里面申请这些一点funding来支持。但是到了2017年之后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国外的这个经费来源的话，就变得非常的这个困难了，而且可能也不受欢迎了。那不受欢迎了以后的话，其实对很多组织来讲的话呢，就遇到一个大的挑战。那么对我们来讲还比较好，因为我们机构的话，同性恋亲友会呢，因为一直注重于这个社群的这种工作嘛，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人参与了我们的工作和受益了。那他受益了以后呢，当我们在国内筹款的时候呢，转型在国内筹款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快的就把这个筹款能力提升上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一块的冲击还不是特别大。那么所以呢，我们一直到感觉说，哎，还好吧，对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发现说，到了这个2019年之后，这个再往后面的时候，其实它可能不是 funding， 它可能是在这个报道，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性少数人群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叫可见度，对吧 ？Visibility。你如果都见不着同性恋的时候，同性恋在你的大脑里面就是一个怪人，一个奇怪的人，一个有病的人，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这个长着这个獠牙的那种可能都会有，所以呢，这是一种想象。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同性恋他这个工作呢，你要把它，我有时候觉得说，我们用最简单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同性恋他都是出柜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认识很多的同性恋的时候，他就可以了，就是他，你就知道说，哦，就普通人，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兄弟姐妹。是一个脱敏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没错。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因为媒体的报道在2017年开始啊，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网络视听协会的一个这个条例，这个条例的话就把同性恋、把什么包二奶、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放在一个道德的层面里面，就觉得说不应该去报道的。所以呢，那这样从2017年开始的话呢，同性恋这个人群的报道就开始被大幅度的这个衰减，就是它基本上已经很难在大众媒体上呈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了说同性恋又开始进入了一个神秘化的时代。就是我们曾经不在1997年那个时候，我觉得同性恋可能别人觉得是一个神秘化的事儿，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很神秘化的一个人群，然后我们都生活在黑暗的这个角落里面，半夜里面去什么酒吧，对吧？那个但是好不容易一路走，我们从黑暗的角落里面一点点走到有光的地方。但是呢，这种光呢，在2017年的时候逐渐的又被这个切断了这个电源，又一点点这个变得很黑暗。那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个人群来讲的话，又变得有点神秘了。那么对公众去了解这个人群的话呢，也变得很困难。那么再到最近几年的话呢，当然我们也看到说无论是这个新冠疫情啊，对这个防控的影响因为这样的话你其实是很难，同性恋组织就很难再开展工作，因为线下开展工作的话这个防疫也是有很多的要求这个也是一个客观的事情。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意识形态的话呢，我们看到这几年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其实它很容易
有时候会上纲上线的。那么这种上纲上线有时候他会扩大化，就是他看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哎呦，你是不是影响我的安全，哦，你是不是影响我的这个这个什么民族的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就是很多大词，这个很多大词呢就会套在一些小人物的头上的时候，就被，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有时候就是越来越觉得这个当一个宏大的一个话题然后跟这个普通人的这个生活这个链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稀里糊涂的你就会发现说啊，怎么有时候别人就说，哦，阿强你们同性恋领域应该很敏感，我说是吗，我们敏感吗，我怎么没感觉到，但是你知道吗，就这种敏感其实你有时候都不是那个你自己能够感觉到，是别人认为你敏感了啊，所以会觉得说啊，你们好像同性恋这个人群是敏感的。我有时候就觉得说，是吗？这个怎么就敏感了呢？我就理解不了。但是这个有可能是随着这几年的这个，泛政治化，就是就跟当年说你都不，你家是地主，就突然就敏感了是一样的，是的，对吧？是的啊，你本来我就是个小地主，我就每天种地，然后每天能够。对呀，啊，活营生，突然我就变成反革命了。你说的对，我记得很清楚啊，因为我奶奶活着的时候会说，哦，我们家被打成了富农。我说是吗？我们家怎么就成了富农？我说，他说啊，我们家其实被子都不够盖，就是晚上睡觉都要轮流睡。然后你可笑的什么程度，就是被打成富农。我说天哪，你这个连被子都要轮流睡觉的那个家庭，那个竟然能成为富农。但是呢，他在这样一个时代化的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啊，就是我们刚刚讲上纲上线也好，就是扩大化也好，它会带来很多的这个不切实际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个人看到的就是说啊，这个性少数的这些公益组织在最近几年里面也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就这个影响其实我认为是不是事实，就是我讲这个不是事实，就是说跟所谓的他们所认为的这种这个意识形态化的这种想象其实连接不起来啊。对，他们有很容易看成你是不是要，是不是境外势力要利用你们呢，哦，是不是又怎么这个反正就很神，很奇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对对对对对对。我对，哎，我想补充一下，但是你说我所看到的，其实我觉得这些同性恋就是普通的人。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说，同性恋到底是帝国主义派来的，还是他妈妈生出来的，对吧？中国的妈妈生出来的，对吧？你说，我说我作为一个同性恋，我在农村里面那么成长，我根本都不知道洋人是什么，那个时候，对吧？我都完全不知道，语言英文都不会，啥也不会的，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什么呢？我不都是我亲爹亲妈给生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加入了很多想象的时候，就整个就异化了。所以其实让我看到说，其实大部分的同性恋在咱们在中国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活得有尊严一点，就是想活得说能够平等一点，就是你别歧视我，然后我能够跟这个普通人一样，就是我不需要这么痛苦的这个为我自己的身份焦虑，我不需要因为要面对父母的时候我活在自己的这个这个虚荣的这个虚伪的这个面具之下，我就想把这个面具摘掉，我做我自己，我不想活这个我们讲生活在 double life 的这个状态里面，我就想做我自己，就那么简单，没那么复杂的，对，没那么复杂的。对对对，虽然是你爸妈生出来，但是肯定是帝国主义投的胎，总之 okay, 有可能。那我就觉得其实挺有意思，咱们先不讲2017年之后哈，就像讲之前，其实。就像你讲的，就可能这时候是春天夏天，然后慢慢到了盛夏，然后开始有点觉得有点凉意的时候，因为咱俩可能差不多同龄人吧，我觉得可能现在我自己回看这些年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在那之前可能我们都不觉得这个世界有别的发展的方向，对吧？就是你觉得虽然现在是夏天了，但是我相信你做公益组织知道，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就像如果你是农村的同性恋，我记得那时候我看过一篇文章，就讲同性恋里面的歧视链，就是说如果你是同性恋，那也是，如果你是在上海高领，上海的白领，然后这种同性恋那是最高级的，对吧？如果你是个农村小孩，你在什么深圳或者在东莞打工，那你就不配被谈，对吧？那还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连打工都没出来，还在农村呢，就没有同性恋吗？那按照一个比例那肯定是有的，那这些人都是不值得被讲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就很有意思，说哪怕是你是在关注同性恋的问题，其实也是有很多层次的，就是这个盛夏也可能只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可以感受到盛夏，但是实际上对整个群体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的预期就是说 OK 它会越来越向前，对吧？就是从大城市的盛夏叫到小城市的盛夏，到农村的盛夏，然后到所有人的盛夏，但是没想到其实远远没有像那样的一种预期在发展，是吧？反而是就是连大城市的盛夏都不允许你盛夏了。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2017年之前。但是我有一个我有挺好奇的，因为像当时你们从
你像你发展到79个城市，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我觉得你让任何一个中国人拉出来让他说79个城市的名字他都不一定说得来，因为就中国当然如果按照这个真的划分有600多个城市啊，但是实际上79个就已经到了很多很小的地方了，所以我很好奇，就那个时候你在相对很小的一些城市，比方说你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吧，某个城市可能大家不大知道的有你们组织的，哎，那个时候的他们的这种活动的状况或者是当地的社群和社区是个什么样子。嗯，对，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山东，我们就开始什么东营啊，什么潍坊啊，什么这些城市，我们都开始去开展工作啊。然后像东北的那个什么黑龙江下面什么佳木斯啊，什么牡丹江啊，这些我们都开始去在那里开展工作。那所以不一样，就是说但是呢在大城市，当然我们做一个活动的时候来很多人。在小城市的话呢，它有一个有趣的表现，就是说在这种城市呢，就他一来的时候就那哭哭泣泣的那场面，就是因为。就是有很多时候父母就觉得说我怎么那么惨呢、啊、你说我们彩票从来没中过啊，说5%的人是同一面，说怎么就掉到我们家了，就是为什么我买彩票我是不是也能中呢，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有很大的这种这个悲伤的情绪要发泄出来，其实我们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给这些家长啊，给这些年轻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去能够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因为他能够在情绪发泄出来之后的话呢，他回家以后就不会互相的折磨嘛，然后对吧，尤其是我们知道在北方啊，在有些小城市的话呢，他就人际关系更加的紧密，他是熟人社会，所以呢他们就更加的这个担心说这个我们的面子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就是未来的孩子的这个养老怎么办呢。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山东有我们有遇到很多这种，也不叫很多吧，我至少记得两个，就因为他参加完了我们的活动回去之后把婚宴给推掉了。就山东这个就记得很清楚，他来参加我们活动的时候他已经预定了他的婚宴，他结婚的日期，然后的话呢请帖已经发过了，然后呢但是呢你知道在这种小的地方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公务员他是没有这种力量说不，他可能还缺一点力量，但是呢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我们叫分享会，然后呢可能有别的家长啊，别的年轻人也来，他带着这种状态就去了，去了以后吧，就是你知道人有时候在这个社群嘛，他有时候这种力量是不一样的，相互鼓励之下他回去就觉得说不行，我没有办法去过那种生活，要去跟一个异性结婚，所以他那天就跟他家人出柜了，然后找了一个借口，最后呢他就他去跟他的这个对象谈这个事情，就说我不能结婚，我不想伤害你怎么样，然后对方就完全理解不了，说就你为什么对吧，有这么多的变化啊，那哪怕我们结完婚以后再离也行，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多丢人呢，你看我们的婚请帖都发出去了，所以后面他就把这个婚姻给解体了。然后还有一个，我有一个伙伴，他也是一个公务员体系里面，就是在遇到我们这个亲友会去活动之前，他实际上他先跟一个异性恋结婚过不下去离婚了，离婚完了以后你知道父母又逼着他怎么样，行婚是什么，一个男同性找一个女同性假结婚，就是他真的很折磨，就是说他这种折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怎么样，他们两个一起，他刚开始跟那个异性恋女性在一起的时候，他说那个异性恋女人他们俩一起要去北京，那个说我们要去治病，因为他觉得他是阳痿，他说那你要去治病啊，然后他就说我站在北京的这个住的宾馆的那个这个最高一层啊，他那天晚上就觉得我要跳楼死了算了，因为他知道太痛苦了，对，他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而且的话呢对方呢是对他是有感情的，就是他觉得说每当对方向他表达出那种要亲近他要跟他亲密的时候，对他来讲都是用非常大的一个折磨，而且那个折磨他没有勇气说出来，他就是那个时候就想从天台上跳下去一了百了的这个状态。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就是你知道那种兴奋感是什么，兴奋感就觉得说哇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好了不起的事情，然后你今天去参加一个活动，30个人里面或者50个人里面有10个人就觉得说因为你们的活动我的人生改变了，你知道吗，就说哎，我婚都不结了，因为那种害人的这个婚姻我不要了，而且我想跳楼的，但是因为我参加你们这个活动以后我不跳了，就是那种时候我们听上去我们在赋能别人，但实际上我们又被那些社群里面参与我们每一个活动的人赋能，每一天我都觉得说哇我的工作好崇高啊，我的工作是的呀，好厉害什么之类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挂的是什么，挂的是一个中国的地图，你刚才说那个城市里面我们挑除了315个还是319个大城市，就相对啊人口超过多少的城市，我们就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分会都建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就觉得说这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要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贡献呢、啊、好像说我们不说这个不是这个今天听上去有点像讲大话，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是的是的，
我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反正政府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暂时对吧？他也没有关注到这一块，那我们就更应该去做这个事儿，而且去帮助很多小城市的那些同性恋，他们生活在这种非常艰难的状态里面。越小的城市，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影响或者压力可能越大，对，反而我们就觉得说，对，你说的很对，他们的空间越小，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充满着这种兴奋和这个成就感，每天都觉得说啊，自己这个好像挺厉害的样子，就是那种是很厉害的，很美好，很美好的一种感觉，对，特别棒。而且其实你不仅是救了这个同性恋和他的家庭，还有那个被他假结婚的那个女性 是吧？或者是那个女同性恋，其实是这样的，就这种他其实是好几个家庭，因为一个人愿意去面对，敢于出柜。能够有这样的变化，对对对。然后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大家会比较好奇，因为你当时讲到你们筹款比较困难嘛，对吧？大家就觉得因为这个我也自己做公益嘛，知道的确是这样的，就我们可能很就是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好多公益还处在一个卖惨的阶段，是吧？你看我家家徒四壁啊，然后我们家这个得了病啊，然后这个说实话真正的卖惨，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因为你社会的这个公共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网络的缺失才造成的，它是不应该，这些事情说实话不应该是公民自己的责任。当然说我们公民如果愿意去有善心去帮助他很好，但是这是一个社会，政府收了税就是应该做这些事情，对吧？大病救助啊，基本的这样的一些脱贫。但是呢，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公益的这样的一种也不能叫误解吧，就这种现状吧，现实吧，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比方说你们同性恋，你看阿强，你看着也挺健康的，是吧？个子也挺高的，然后也能挣钱，也可以，那我为什么要给你捐钱啊，是吧？所以就你们当时在做这个公益，就是后来因为你们还是后来有很大的一个月捐网络，我记得对，那这个后来这是什么人给你们捐钱？是都是同性恋自己家庭吗？是还是有其他人？是。所以您刚讲很对啊，就是说这个在国内的话，其实大家对公益的这种认知还在一个比较浅的一个阶段，就是他觉得你也不缺不胳膊少腿的，你也不是房子也要倒了什么病的快死了那种，就为什么我要给你捐钱呢？就是他们所谓的捐钱，他还是放在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个体的这个无能的一个失能的一个状态里面，而不是说对这个人群的尊严的和权利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去是公益。其实大家对公益的理解其实还处于一个不同的一个认知里面，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去实际上在做筹款的时候，我大概有好几年，其实对于我来讲，有时候我也是觉得非常挑战，就这个挑战就是说，我有时候也羡慕别人，我就尤其是那些做慈善领域的那些，对吧？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病友啊，或者穷的那个项目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跟别人讲去证明你是错的。而且我做这个同性恋这个领域的工作的时候，我在早期的时候做筹款的时候，尤其在国内做筹款的时候，你需要花很多的精力证明你在做的是一个对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要跟他先证明说同性恋这个事值得做，或者说同性恋这个事情是是正常的一群人，就是你先得去证明这个，然后再去你解完这个题目以后，最后再去那个过程。就这个过程里面，我常常会有觉得自己是在被一个矮化的一个审视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你得先证明你自己，我才能给你钱。是的，是的，也很不爽。那后面的话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的这个受众是我们这个社群，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而且我们这个社群本来就是有这个非常大的一群人，那我们后面就觉得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精力更多的放在我们的服务对象，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帮助了他们，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就觉得说他们也能够更加的理解做我们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后面的话呢，我们的筹款呢，更多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社群，比如说尤其是 LGBT 本身，还有家长，很多家长也是我们的这个阅卷人啊什么之类的。我们的筹款100%都在国内筹，现在。对，对，挺好的。你说的其实最终是这样的，就是这也是可能很多公益组织发展的路，他们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你得找那个最小阻力的通道嘛。最小阻力的通道其实就是已经因此而受益，知道这个东西价值的，你不用向他证明。对吧？你那天没有从天台上跳下来，对吧？然后这个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多么有价值，是，他觉得一个月捐你29块钱，这个很值。对，所以其实最终还是，也就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基本上还是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同性恋群体的一个自助组织，对吧？没错，是一个其实是自下而上这样的一个大家自己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支持社群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一个组织形式，对，特别好。对 ，OK， 那咱们现在讲完了就回进到刚才讲到2017年啊，然后2017年之后到现在这五年，也跟我们讲讲发生了什么吧。这五年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
让我感觉到越来越难的一个点，就是这种难的话呢，它表现在几个方面。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在这个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然后那一年的时候我还充满着这个动力，就哎我赶紧要回家，我要赶紧回中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有意义，做得更好。哎，我好不容易来这里学习了一段时间，我应该把这种学习的动力和这个自己的一些新的思考啊放在这个我们的事业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说还是开始有非常明显的觉得大环境在有一些变化啊，这种感觉呢，就是觉得说有一种冬天快来的感觉啊，这冬天快来的感觉，我想就是说，刚才我也提到了说，一个是媒体在报道这个领域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像我们做到后面的时候，比如说我刚才讲我们做79个地方，其实开始有一些部门就要跟你谈说，哎呀，你们别搞那么大，你们做这么多地方干什么呀？你们就能做少一点，不做少一点，就是，有时候我就说，天哪，我不是想做好吗？做把这个事情做的能够更服务更多的人。但是呢，你知道每一个人他每一个部门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有时候觉得你做大了好像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一样，所以这个也让我很有一些困惑吧，就是你的发展开始被要背上这种怎么说呢，你要在这个钢丝上跳舞啊，这个你要在背上一些这个镣铐一样在那里去做事情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后面我们的名字也改掉了，就是我们的机构的名字都不能再叫同性恋亲友会，就是同性恋这三个字好像变成了一个应该被藏起来的一个事情，又回到了污名化的时代了。你说的对，你说的很对，就是他怎么又绕回去了，就是我就说我的人生也那么多，也才40多岁，我就怎么活了，就又绕回去了，你知道吗？这个绕回去吧，一般人还体会不到的，就是他觉得说好像你叫同性恋什么什么什么组织的话，好像这个把这个事情明目张胆的拿出来谈好像不太好，怎么但是我们之所以叫这个组织的名字，当时我们在讨论在2008年的某个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就是应该明目张胆的去说的一个事情。它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是的。它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它不是一个丢人的事情，我们要去污名化的一个事情。但是后面我们发现走到后面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改名字了。后来改成什么名字了？对，我们现在叫出色伙伴啊，出色伙伴是从英文里面翻译过来叫 true self。后面我们就说，那我们来重新 define 一下，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后面我们讨论了很多人，后面就觉得说我们其实做这个事情最最核心的，我们本质的初心就是觉得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做他真实的自己。对，所以后面我们就说 true self， 对吧？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假的人，我们不是要去跟异性结婚，我们也不应该去鼓励同性恋去跟异性结婚。然后我们也希望说，你在跟你的亲人，你在职场，你在这个你的生活交际圈里面，你能够是做你自己的。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做自己的人他能够有更大的力量去把他的生活过好，对吧？对，我觉得这个，我不管是谈领导力也好，还是谈人的成长也好，谈人的变化也好，就如果你一个人活得很虚伪，你一个人活得非常非常的不真实的话，其实你是没有什么力量去面对很多东西的。所以最后我们就觉得说 OK， 那这个是我们的初心 true self， 我们就希望，我们没有别的这个更多的想法，我们就觉得最核心的这个词要保留的话，那就是 true self， 就是要真实的东西。后面我们就把这个谐音嘛，起个名字叫出色伙伴。啊，很棒啊，名字取得非常好。对，所以名字也改了 ，OK。但是那时候大环境就觉得其实就是秋天来了嘛，是吧？有个各种肃杀的气氛，不让报道了。是的。然后你们的运作也受到了限制，然后或至少是受到了 discouragement 吧，对吧？就是说，对。但实际上是那从整个的从那时候，我讲疫情这三年肯定又有更不容易了，是吧？是的，疫情这三年的这个变化，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你喘不过气来。对，当然这个我要客观讲，也不一定就是它只是针对性少数组织，也不一定是哈。但是呢，对疫情可能它会造成各种情况啊，都在这样一个艰难的一个收缩的过程里面。但是呢，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来讲的话呢，你就会变得同性恋组织来讲的话呢，你就会变得更加的这个困难，就是你很难再举办线下活动，因为我们这种社群的组织啊，它需要在一起互相打，就是分享故事啊，这互相讲讲这个自己那个事情，它会带来很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社群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流动，对吧？这本来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手法，因为我们工作，我们就即使从社工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讲述自己的故事啊，这个流动的这个感觉，社群里面相互这个我们叫相互的支持啊，相互的赋能的这种感觉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因为疫情到来之后的话呢，可能你线下的活动基本上是被叫停的，你没有办法再去做更多的这样的活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对社群的这种改变和社群的这种支持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你像我们原来
没有疫情之前，可能我们一年直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有好几万人，那这些几万人，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对吧？你又帮了他，然后最后他又会转换成你的月捐人也好，捐款人，最后你的组织是可持续发展，然后比较健康的一些成长。但后面的话，你就觉得说你在走一个反的方向，就是你也帮不了别人，别人最后觉得说，哎，你这组织好像也没干什么活，他也帮不了你，嗯、所以最后他处于一种啊、要么就干咳而死的那种状态啊。所以这几年我觉得比较明显。嗯、那么再加上我觉得多多少少，我不知道，可能很多人也能够感受到啊、这几年其实啊、还是有这个地缘政治啊各方面的影响吧。我觉得这个意识形态也会有一些变化。意识形态变化了之后的话呢，嗯、好像同性恋呢就变成了一个啊。就是一种好像不合时宜的一个事儿，所以它跟原来不太一样。就是它跟就比如说二零一几年之前呢、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整个空间还是比如说你虽然啊、这个他不觉得说我要给你注册，你要怎么做大做好什么这些，但至少他觉得说，哎，你们还是在帮助别人，你们在帮助一些家庭改善的关系，我们是受到认可的，而且他有时候地方的官员也会告诉你说，哦，你们做这个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然后你们在。嗯对，帮助很多家庭啊，改善这种关系哈，就是现阶段可能政府部门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你们民间的这个组织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嗯、但是再到了这个疫情的这个最近几年以后，他可能会，最好你别做，最好你别做，或者你别在我的地盘做哈，所以就变成了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焦虑的一个氛围里面，好像这个越少做事儿，我越安全的这个感觉里面，所以这是我们。最近两年我认为啊，在我的工作里面我遇到比较大的困惑。嗯，对，其实那天网上有一个评论，就说因为现在疫情让一句话变得特别的火，叫做非必要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对吧？嗯嗯、然后这句话不是我讲，但我就讲得特别对。他说其实非必要才是人的生活，你那些必要的东西是什么？必要的东西不就吃喝拉撒吗？那跟那个养猪长的猪有啥区别，是吧？那这其实人的生活不就是非必要吗？如果借用这个语境，那你们做的事儿太非必要了呀，对吧？就是所谓的性多数的这个必要生活都不必要了，就是这个，然后你们性少数不就更不必要了吗？你们可能，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语境，使得所有的这些。曾经是蓬勃发展的，然后大家都认可的人的一些需求变成了非必要的需求，既然是非必要，那你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要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说到底，它其实不仅仅只是说，就像你讲的，因为你们在前面嘛，所以似乎就会更早的感受到这个冰雪和寒冬的这样的一种侵蚀，对，但实际上是整体，我觉得是整体对大家对人作为人的一个这个除了这个动物性的要求之外的任何的精神需求、情感需求之外的这样的一种漠视吧，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底层的原因，嗯，是。所以讲到这儿，要也许我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妹吧，啊，妹那个或者我请妹也上线，妹其实很年轻哈，比我们年轻的多，啊，就是这个你是不是这个你现在有24岁吗？我有26了。阿强创办同性恋亲友会的时候，我还在被父母盯着不准早恋的年纪。哦，你26岁，好好好，对对对，那至少比我们还是要，就是当年这个，阿强在偷偷上网的时候，你还应该刚刚出生左右的时候吧，所以其实算是新的一代人。要不然你先大概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最近在就是跟同性恋相关在做什么工作，好吗？我是从5、6岁开始知道自己喜欢女生的，非常懵懂，直到我18岁交第一个女朋友才向父母出柜，算是正式的面对这个事儿。我爸说差点把他气死，然后我妈也因为这事儿头痛，好几年没办法沟通。我就觉得他们越不理解，我就越好奇为什么和我到底是啥。所以16年来美国读书之后，就开始学习有关女性性别和多元包容领导力。也因为看到很多人跟我分享同样的困境，所以非常热衷于社群建设，比如在学校的 LGBT Center 工作，也从2018年开始志愿华人彩虹联盟，从去年开始管理波士顿的拉拉小组。嗯，真不容易，是，所以那你看你的出柜就比
就比这个阿强早了有10年吧，我觉得从这角度来讲也算是时代的进步。对，那你现在做的这个组织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因为可能很少有人听到过，比方在美国的华人的这样的一个同性恋的组织，能大概跟大家讲一讲吗？嗯，华人彩虹联盟是在北美的最大华人性少数非营利组织。1996年创立，和我同岁。它主要服务于在北美的华人性少数群体。我参与过的项目，比如有洛杉矶的年度大趴、纽约的骄傲节游行、奖学金评选和线上同伴支持小组。我觉得它是一个组织架构比较完整、分工明确，而且让我很有归属感的组织。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然后微信群和公众号是我们的主要和更非常重要的平台。比如有根据不同兴趣和主题创立的50几个微信群，之前参与者多是男同，但是自疫情之后积极发展拉拉小组，目前有大概20个左右的微信群，主要是连接在北美的拉拉社群。嗯，整个组织都在朝着更多元包容的方向去发展。嗯，真好。那你刚才听了这个阿强分析的或者分享的吧，一直到现在，你现在当然国内的情况很不一样了，但是在美国其实跟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情况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哈。你觉得如果现在看你们在做的事情，因为虽然这个是你刚才讲是2096年成立的，对不起，我没听说96年就成立了。对，那就其实历史还是蛮悠久的。那这样的一个组织到现在，你们希望做什么呢？就是在美国做什么，还是或者说跟国内的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做的事情，还能发生一些联系或者助力吗？嗯，我觉得国内外的资源互通是非常重要且有利的。比如我提到的线上同伴支持小组，就是和国内的 LGBT 组织合作，奖学金项目也是针对全球的华人开放。在国内外的组织看似有很不一样的生存土壤和发展机会，但是个人所需要的总是一样的，比如被爱、被尊重和平等的对待，以及我们通常面临的压力和问题也都是来自学校、职场、家庭。嗯，这些共通的文化问题和底层需求让国内外的合作有前提和同样的目标。另外就是我认为组织的连接其实也是个人的连接，比如我们现在的对话，每个人都可以更真诚和开放的沟通，然后每个对话也在影响着和可能改变着一个世界。嗯，挺好。你们这个组织有网站什么的，我们应该在这个到时候放出去的时候在下面放一下你们的网站。可以的，可以的，我回头转给您。太好了。嗯，挺好挺好。那你跟阿强怎么认识的？我是2017年参加活动时认识的阿强，他当时是分享嘉宾，后来我也有邀请他到我们学校做分享，然后就一直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欣赏的前辈和朋友。啊，也就是说2017年那时候阿强第一次在肯尼迪读那个肯尼迪学院读书的时候是吧认识的。对对，所以你看这个经常出来读书还是有好处的。好的好的，那咱们再谢谢妹的分享哈。我觉得也是一个是另外一个视角，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让大家看到，就是刚才我觉得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哪怕是在所谓性少数群体里面，其实还是要不断的更做的更公平，让更多的人能被看到。这可能是在任何组织里面都在接着再去争取的事情。那好处是说呢，在美国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路上继续往前走，那对国内来讲可能整体的推进的方向会很不一样哈。那我们最后吧，我想回到咱们现在的当下，可能回到阿强刚才讲到从2017年到现在整体的情况都是比较困难的，更缩紧的，空间也更小的。嗯，你现在也在美国又回来读书了，你觉得就是你自己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对你组织的发展，对你个人的选择，就是根本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接着下来做什么呢？坦白来讲，我其实有一些困惑，就是我真的是，如果是原来你是2017年的时候，我在肯尼迪学院做访问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目标很清楚，就觉得说哇，我赶紧这个项目结束了以后，我要回去好好工作，哈哈，这个为组织发展带来一些贡献。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我有些困惑，就是觉得说，我看不准，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公益组织也好，其实都很弱小，就是这种弱小有时候它在政策的一些变化和夹缝里面，其实有没有你的空间，或者说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还是怎么样，我都不太敢那么确信了。就是当然我希望哈，就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这个社会啊，未来可能是还是要关注人的这个人的生存的这个尊严嘛，让人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活得有尊严，能够活得有这个啊，活得像个人吧。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同性恋这样一个群体的话呢，那政府就一定是要会重视它，因为这个人群如果我们说中国有14亿人的话，那就是有7000万的这个同性恋性少数人群，而且7000万的性少数人群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父母，他还有别的这个，对吧？所以啊，实际上你要乘以父母三个人的，我就算最少一点，那个最直接的关系就是2亿的人口了，就是跟这个同性恋直接相关的。那你再加上兄弟姐妹和什么亲戚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可以这样讲，就是任何一个人都跟同性恋有关系，对吧？这种关系其实只不过是近和远的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呢，那我觉得同性恋人群、性少数人群的这个啊、这个福祉哈、啊，就是这个我们讲 well being， 对吧？那它一定是啊、这个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去关注的，因为只有这些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都这么把日子过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啊、稳定的这个好的这个社会嘛。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仍然抱有一些期望哈，就是我觉得说我相信啊、政府这个也许它的优先级还没有排到同性恋，但是这个优先级总是说你解决了前面的事情，难道我们永远被排在最后吗？对吧？我不能永远都是最后那个或者说那个类似的上面永远没有我们要处理我们的事情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呢，我还是抱着一些期待，就是说这个期待假设说啊、这个空间在未来能够啊、能够看到这个啊、对同性恋，尤其是你我们也看到这个全世界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性婚姻合法化了，对吧？所以其实同性恋要求，我跟你讲，同性恋从权利的角度来讲，这要求的最远的也就这点事儿了，其实就是啊，我要跟别人一样能结婚。你说那些同性恋在一块 对吧，就这点事儿，其实也就这点事儿啊。那而且我们也看到说那些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性结婚了以后没有发生任何的坏的变化，对吧？所以有一些反对，曾经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就觉得说，哇，同性结婚了以后是不是什么桌子和板凳都结婚了什么之类，就荒谬的不得了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个地方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以后，社会不是变坏了，而是变好了，对吧？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也期待说未来我们自己的这个社会，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这个性少数人群能够活得越来越有尊严。那如果在这样的话呢，我也希望就是我自己在这个，因为过去的20几年里面投身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把过去20多年积累的经验呀，或者是个人的成长啊，还能够带到这个领域里面去，让我们这个社群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这个是我所期望的。对对对，嗯嗯，太好了，谢谢。妹呢？妹也说两句吧，你有啥期望啊？你现在对自己的，是吧？现在你那么年轻，好多事情可以做。你觉得如果有一个展望，你觉得在你做的这个范围里面，你希望你有什么目标吗？你希望做到什么吗？在国外的 NGO 做事也能看到类似国内的吧，社群人数非常多，积极参与社群的人少，愿意出来领导和组织的人更少。我现在特别相信每个人独特的故事和人生轨迹都是自己改变的原动力，也都有改变自己和周边的力量。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吧，也希望能帮助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社群，为个人提供空间去相互分享温暖和陪伴。太好了，谢谢，讲的真好，妹。我想最后我想那个，我不知道阿强有没有什么，就是如果对我自己，就不是同性恋，我不是性少数哈，但是我自己呢非常的我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所有的社会的边缘群体，所谓的边缘群体，不是说这些人边缘，是被边缘化的群体，都是值得被关照的。因为你关照边缘群体，才是关照这个社会的一种，我觉得是最直接的方法。因为他不边缘的人，其实不需要你关照。然后呢，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我那时候的所谓的启蒙是很早的时候，其实听起来挺幼稚的，是看叫什么来着，蓝什么来着，蓝雨，对对对，蓝雨那个，然后看蓝雨那个电影，我还记得就是我还应该是上博士生的时候，2000几年吧，对，然后后来才看了后面的这个那个他那个小说叫北京同志吗，是吧，
北京同志，对对对。然后包括后来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剧叫 Queer as Folk， 实际上是也是有很就是我说这些东西可能 date myself， 就是都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了。然后那时候我当时看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虽然不是，但是他们所有的感情我都是能够 identify 的，就是他们的这些这个你不是觉得好像就像你讲的是桌子跟板凳的问题，你觉得跟你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后来我就会突然感受到，哦，为什么这些人把他们 alien 你觉得是很难想象的，就是因为其实无非就好像你是不同城市的人来一样，就是不同城市的人或者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如果是拍恋爱剧，其实最终都是一个主题，因为是一样的，它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是吧？对，所以我不觉得，我觉得可能你们如果给，当然我那是挺早的，看着也都是这个很老的作品了，我不知道你跟妹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比方说书也好啊，电影啊，觉得就推荐给我们这种，就是大家对这个议题感兴趣哈，但是呢也不知道，因为毕竟不研究这个嘛，可能很多听众是这样的，有没有觉得，哎，你觉得挺好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文艺作品大家可以看啊，或者你觉得你非常在你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find very inspiring 的就是这些作品能够给大家推荐一下吗？我们是有几部电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尤其是给家长推荐的必修课，就是其中有一部电影叫天佑鲍比啊，英文的这个我忘记叫 pre 什么那个我忘记了，叫天佑鲍比中文里面，而且这部电影的话呢基本上很多时候家长看完以后还没有看完就基本上已经能够接纳了，就是这个这它就是一个神奇的电影啊，因为它是对，因为我有好几个这个家长朋友就跟我们讲说，哦，他跟他的这个先生一起看电影，看到这个鲍比是一个电影里面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从这个桥上跳下去的那一刻，然后他们就决定说我放弃了，就是我放弃抵抗，我不接纳我孩子这个事情了，就觉得说有什么比我孩子的生命是更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吧，有时候我们把这个面子或者说放在优先的位置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另外一个选择告诉他，就是有很多家长大家知道说，哦，如果我的不接纳会造成我儿子的健康或者我女儿的健康或者我孩子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 OK， 他懂得怎么去排这个顺序了啊。所以天佑鲍比我是觉得说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然后原来其实在国内的观众的话其实是可以看一些，原来凤凰跟搜狐他们都拍过五集的纪录片讲同性恋的这个故事的，但是现在可能不一定好找了。对，这些都是我们可能给家长们看的那些这个故事，就让他们看完了以后他其实是对这个人群有更非常深入的了解。好，至少可以看天佑鲍比，谢谢。对，是妹呢？那我觉得除了推荐电影和书籍，我更想传达的是一种态度，作为性少数让我对身份认同有更多的思考和体悟。我们常常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预判，基于经济能力、学历、性取向、肤色、高矮胖瘦等等，很多这些甚至可能是扭曲和错误的。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恰好青睐于白富美、霸道总裁，或者只允许异性恋，是人为规定和受很多因素制约的，但是我们通常不加思索的去接受。而这个事儿甚至可能非常违反人性，或者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样其实是毫无关系的。我觉得对事物保持开放和好奇的心态，然后多听从自己的内心，多尝试多挑战，是更能够看清世界真相或者接近自己本真的一种态度。谢谢谢谢，讲得真好，特别好。好的，那就感谢二位，太好了，谢谢。那我们这个希望大家如果这个对他们做的工作感兴趣，我们会在链接里面放上他们的网站和他们的这个在国内的公众号，然后大家可以关注。然后再次感谢阿强和妹，谢谢二位。好，拜拜，谢谢，拜拜，谢谢，谢谢。